台湾嘅教育体制，韩国几多年嘅观念，许多人如讲特在台湾，拢有可能面对新年嘅路上做强行呢。考虎工人嘅兴起屯财情发展让重要啊，托记者和教育抢手人也前未到自家发展嘅路。睇新竹关系高中杨义科读书嘅蔡一中，屯几多替平台学生嘅无穷用，以伊毕业路上嘅工作哦。要不要有机会得到前线参加电视台的实景节目《味道功夫行天下》，去到日本清宫来体验当地的茶山鸭屯自然农法生活态度。短短几年的眼泪都看得到，也难得的经验对阿中有为影响屯改变。中途检查你的茶楼哈，看有没有采错的哈。对，一定很多，同一个地方可以采到一百，一定有一百。园艺科学、果树蔬菜花卉，还有造园景观嘛，再加上因为这个学校的关系，它是茶是变成一个特色，它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自己有茶工厂，然后又有茶园的学校，所以变成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接触到茶。我会希望把茶推广出去，对，我觉得如果想接触茶，它真的。因为不同的品种做出来不同的茶都不一样，就跟植物一样，很有趣。茶对人类来讲是一饮料，对记者和教育学生的来讲，三是两百六十的技术。几多学生的都希望是在去那边看看啊，故所参加为客家天使的展现。阿总替所有人立碑，表现啊，亲有痴心，也亲有自家的想法，平生有过此的印象。韩国本人敢相信的是，失败是一义，已经先切了一条屯平人无穷用的路。我希望我母会讲毕业是马上是读大学，我会先转去中华，是因为我想是转去学习个这条种天音啊。是好务实的，爱学的，好学习的技术，哎呦。春日长夜都会去日本呢。阿总前面好朋友杨群回到中华台上，阿公阿婆都卡听过番薯，办好冷饮的两三年，隔天毕业白都爱当中。哎呀，那就爱到燕群转去龙山后山因做。可能做好多哎，让英文更好。漳州那种好多啦，我是爱阿公阿婆听，做摩多。该不会状况是，一下是台阶都老嘞，总天音都老嘞，啊，共动难强啊。我想改变现在的农业的状况，我觉得你看像日本。在日本啊，在欧洲，他们农夫很受人尊重，他们农夫是一个很棒的职业。那当我每次出去跟人家说我没有要继续升学，然后我要去当一个年轻的农夫的时候，他们都会一开始先觉得很错愕，然后会觉得我在开玩笑，然后不敢相信，然后再来就是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可惜啊。我的目标是四年一百万，我用我没有去念大学的这个时间。去赚一百万，啊，别人可能花一百万念大学，然后花四年赚一百万，这样来回我就跟人家差两百万。我的物质的需求比较多一点，我的目标啦，就对我来说那是目标，相机啊或是车子，我想要买跑车，对啊，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目标。男人就是一定要有一台跑车，大台小台无所谓，会不会跑无所谓，就是要有一台跑车。我用农业来赚钱，阿总带侬安尼个梦想去到日本，不过没想到一百里长带地个，系五十上高个发现屯泥土。清宫是日本替代的茶乡，由西山的茶和太阳这个生产，
台湾的观众茶也有几多是类似的，不过阿总没想到伊提亲讲看到的茶工厂竟然对伊上上的爱慕汹涌。はい、こんにちは。どうしたんですか？わたわたし、阿藏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就是这里所有的茶园都是他的。そうですね、全部じゃないですけど、うちのやつは、日本でいうとね、53ヘクタール。超酷了、这机器在台湾根本没看过。また機械壊れてないか？完全没有看过。今ね、機械がこっち戻ってきたらね、ちょっとね、お茶狩り、ちょっと体験してみたらいいですよ。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我好怕把那个茶弄坏，因为我连开车都不会，还要开这个。やってみましょう。我觉得这。这真的超酷了，难怪我阿公说日本人超厉害的，我觉得这超强的，我觉得这叫我一个人一天弄这全部我都觉得根本没什么差。我之前还举那个太累了，我才不要。我觉得如果我以后种茶，我一定要买这个回去，像战车哎，就是这样撸过去，然后轰，然后全部茶叶就没了，这样就是把它直接剃头这样，超酷了，我觉得。我觉得这才像茶工厂，我觉得就是它已经全部都是就是机器，都是自动化的东西。对啊，我觉得超酷了。我觉得在台湾，就算是做绿茶好了，也没有这么方便。因为我说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然后你一直笑我，我就想，难道你进来的时候不会这样觉得吗？制茶可以，这个整间工厂只有三个人。然后是第一天三个人哦，在明天之后，这个工厂就只有一个人，他就可以运作了。在台湾怎么可能啊？好难想象，这对我来说，这就是茶工厂啊。可是我没有想到茶工厂要穿这样子的衣服啊。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觉得，就是整个就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就那个 X 光机啊，它就是只要有茶以外的任何东西，它就会停下来，就停在这边。让消费者要买你的产品，不只是说你的产品要好，或是要包装什么。我觉得小舅厂在做的就是，他不只是把他的茶变得更好喝，还让他的茶可以让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一天只50種類就够了，一天。一天大概喝就是大概50種。毎日この新茶の時期には毎日見ます。そうして。やっぱり今自分がこういう自然の中でお茶を栽培したり、お茶を製造したり、それをまた販売したりということがですね、非常に自分では今楽しいと思うし、非常に健康になる、特に体にいいものを自分が商品としてるってことはすごく誇りに思うし、いい職業だなと思います。小舅长呢？他是每天喝绿茶，他自己做的绿茶，他每天喝，就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好奇怪，自己种的东西，自己种那么多地瓜，一口都没有吃到。对啊，
我要怎么，我一口都没吃到，我要怎么跟别人说我的地瓜最好吃？我只关心说他可以赚多少钱。可是霞秀厂，他从我第一面见到第一次见到他，到跟他说塞奥娜娜，他都没有跟我讲到茶，这个茶可以卖多少钱。对啊，他一直都在讲那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对啊。20年ぐらい持ってますよ。私世界で657台かな。何台持ってね。これアンマーゲーム。我觉得南京就是应该有一台跑车，因为自己有。我就一看社长，他已经有三台了。社长已经是有点像我的模范，就是他已经把我的人生目标，就是他已经就是已经达成了。不要，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もちろん、なんていうこんな若い時にこういう車も買えたわけじゃないし、ね、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ものをこう夢見ながら、よし頑張ってね。やっぱり自分は車が好きだから、いやその車を買うために頑張るぞって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でね、私はね、今日あなたと私のね出会いがありました。その元々じゃああなたのようにこう勉強して知り合う場合もあるし、全然関係なくて人と知り合う場面っていろんな人生の中でそういう場面って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の国は違おうとどこで会おうとね、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ところの人の出会い、人と人との出会い、これをすごく大事に自分が生きていけば、必ずどっかでねいいこともあるし、チャンスもあるし、そういうことをねやって生きていった方がいいですよ。农业是在春台前，不过也有人用农业为本，独特的生活。阿庄来到一座农业生态村木子坝家村，26年来都保持过纯、过良心的生活方式。一直的从工商经营、团体生活，做物嘅都系味道太佳，物嘅时间我做物嘅也系固定嘅。阿每一生活方式，阿庄是一定唔适应，感觉自家过从本人休息来经营。唔过多里面能发现，也只个一年能黑真金吃一个。他们在追求的已经不是钱，钱是可能是他们很早之前10年前20年前在追求的东西，他们已经现在在追求的，像自然农法他在追求的就是健康，追求的是环境，已经跟钱已经脱离了那追求钱这个东西。